全国大专杯啦啦队的总冠军，今天特别由他们击倒老师李老师带队，要让他们来到现场，之后将他们最精湛的记忆，你们有耳话吗？有，我有看到一个同事，那个，那我可以把你抬起来之后丢上去，就是，但是我不接就是了，我反正只学到掌声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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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
特别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在今天特别带队，让我们的年轻的学子可以来参与我们非常重视新加坡海量，新加坡海量。
今天给李老师哈、哦、喝两瓶，儿子挂就是他的小朋友。刘老师，李老师，你还有全家啦？对，老师在这里。对。没有拿手机的，我们帮他们拿。哇，我们现在的庙会除了传统的阵头之外，还加入一些这种年轻的元素。我们听到正南，他在这里讲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拉拉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歌吗？年轻人参加拉拉队是要培养你跟小伙伴的信任关系，因为你如果不相信他，你不敢在上面让他这样扶着你。所以如果家里有年轻人要参加拉拉队，其实我真的是蛮不错的选择。没有啦。这个是一个信任感的问题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培养团队的一个默契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可以说我们很好是教导有方之外，我们是一个哇，这个真的是我们人品之最啊！真的好棒。我们李老师是跟大家招招手，哎，我们的指导老师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，之后跟我们的实习拉拉队，哇，一开始就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没有热情飞扬的一个表演，光是衣服就赢了，我跟你讲，王者冠军啊，我们是军冠，对吧？